次的酒量，我觉得真的是很好，就是跟你可以清醒到最后。没有人啊，因为我没有喝，就是我都是小品。那我通常都是负责清醒，然后帮大家拍记录啊，然后以防大家隔天断片忘记他前一天做了什么的回放的那个人，然后或照顾大家这样。那如果是另外一半出去喝酒，你也会照顾他吗？不会啊。还是你会禁止他喝？不会不会，我就会说你自己出糗，你自己看着办，我不会想照顾你。你有做过什么糗事？糗事，或是看过别人的糗事，我们也可以接受别人，我们也可以接受别人艺人的糗事，对。那就是挺多的了。最想另外一半吗？那会想去菲律宾有艳遇吗？我蛮想，我其实去的有一个目的就是去交交朋友啊。所以异国恋也是可以接受。可以可以可以，毕竟在台湾，其实周围的人也都能介绍的都介绍了啦。最近一次那个被介绍的是什么事？最近一次，有点忘记。最近一次有吗？哦，有。前小仲哥。在打枪的原因是？没有打枪啊，就是当朋友这样子。没有来电，不能说打枪，就是没有化学，没有化学效应。那如果你要跟一个男生认识的话，你是会愿意跟他就是小酌两杯？因为人家说喝酒要，因为像我姐妹们都有教我，就是。我以前可能没有好好真的深度的认识，就可能沦陷晕船了。对，那现在就是大家会观察，就是可能个性也要观察，然后重要的是牌品酒品都要观察。